那下一场，加油！你一定要稳下来，对，不然我们就走了。一定要稳下来，把情绪稳住就好，情绪稳住，你应该是没问题，千万不要有太大压力。不会，我们已经找到对应他的策略了。OK， 我们会小心。我觉得接下来比赛的话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，因为我们剩下的只有三台机甲，没有选择，每一轮每一台机甲必须出战，所以当时也是。 接下来出场的是杨迪战队，成员分别是小李段刀、犀牛、骑士王。让我们有请杨迪战队。来啦！哇！我现在那边去一下，先到那边去一下。这一站，赛点有没有？赛点到了，赛点到了。不是你死就是我，不对，就是这一站对我们来说都很关键。对，真的非常。看谁进前三，好吧？我真的不想面对这个。我更不想面对，没办法，而且。 没关系，好吧。嗯，那就背水一战。背水一战，那放个狠话吧，给自己留最后一段狠话。这个节目里面，<笑>前面打得那么狂，没想到跟我到同一水平线了吧？没想到跟我到同一水平线了吧？跟我到同一水平线了吧？没想到最后背水一战是跟我在一起吧？放心，我待会儿会送你。哇！ 我想到了，迪哥，我作为你的晚辈，我觉得你是我的前辈，我要早点送你回家休息。好的，来，待会儿见啊。